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Michael 啊，李家国地产调景靓赞分享嘅，今日带大家嚟到日出康城嘅第二期领风，一个高层嘅 RD 室，单位面积嘅671尺嘅，面向呢度嚟讲咧系一个向东山景。咁啊，依家带大家去睇呢个单位，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咧，欢迎俾电话我 Michael 啊，睇下单位先。好啦，睇下个单位先。單位一入到門口嚟講咧，會係一個右手邊咧，會係一個洗手間啦。好，左手邊咧會係一個廚房。好，我哋依家由呢個客發廳開始睇起。好，走出露台，露台位置咧就係一個向東山景嘅，前面嚟講咧非常之開陽嘅。好，入到主人房，主人套房嚟讲咧，這个业主就将嗰个床咧就伸延到去窗台嗰边，咁啊，所以张床咧会可以做得比较大啲，望落去起码都有六七尺阔嘅。主人房套房个套厕，咁啊左右嚟讲咧就做咗一个到顶嘅衣柜啦。洗手间咧都系一个发展商收楼标准嘅洗手间嚟嘅。好啦，睇睇第一间细房。第一间细房咧，系会窗口嚟讲会系向北，咁就业主将嗰个窗台咧，亦都系善用咗啦，将张床晾咗上去，同埋将个书台晾咗上去嘅，咁啊会个使用空间咧会较为容易啲。好，另一间细房，都系向东山景嘅，咁啊业主做咗一个升高咗张床啦，咁下边可以放书台同埋衣柜。好，咁大家如果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咧，欢迎俾电话我 Michael 啊，李家国地产调景靓赞分享嘅呢个锁匙盘，随时约睇啊，唔该晒。